是我生平第一次到高雄来耶，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跟台北一样热闹呢？对呀、啊，哎，那里有一栋样子很奇怪的大房子哎。对哦，我们过去仔细看看。用积木堆成的房子哦。嗯，我发现它最奇怪的地方就是没有窗子，我们在整栋建筑物外面绕来绕去都没有看见窗子，哎，搞不好它连门都没有哦。啊，那要怎么进去啊？过来过来，它的正门啊，也就是入口处在这里哦。这个建筑啊，也就是我们这次特地来高雄进行拍摄的目的物，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它成立啊才两年多，是台湾第一座有关应用科学的博物馆。哎，这是在博物馆大门口的这件雕塑作品，可不像博物馆的建筑那样方正呆板哦。没错，尤其是那四条龙雕得腰焦盘绕，真是活灵活现的。他们合力举着一组套来套去的圆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有特别的意义咯。你们还记得后宫地动云吗？记得啊，那是古时候一个叫张衡的人所发明的仪器，据说可以测出发生地震的方位哦。对，在这浑天仪啊，就是张衡在更早的时候改良古代的仪器，用来观测星象的创作。浑天仪最主要是由三层圆环组合而成的，每一个圆环上面啊都刻着各种刻度，尤其最内层的圆环甚至设有类似望远镜的推管，能够上下旋转来观察日月星辰和流星的运行，并且有坐标的刻度可以做记录呢。哇，研究天文学耶，想不到中国在古时候就有人这么有科学头脑哦。对呀、啊、中国在古时候就能够有很精确的天文历法，这是当时和后来的天文学家根据浑天仪所观测出来的结果发展出来的。所以科学工艺博物馆把浑天仪的仿造模型设置在大门口，不只因为它是一件雕塑优美的艺术品哦，更因为浑天仪代表中华民族在大约2000年以前呢、啊、就已经在应用科学的研究上踏出重要的一步咯。哇，好酷哦，连买卖门票都利用自动售票机呢。嗯，幸好我们两个的身高都不到110公分，所以可以免费入场哦。好，谢谢你们替我省下门票钱，现在就赶快随我进去参观吧。可不像外面那具浑天仪是个老 Coco， 它实在太亮了。那它摆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浑天仪相图，代表宇宙之心。这对它的意义是在说明人类不费智慧领悟出宇宙自然界的科学原理，并且发展出更像健康科技哦。嗯，我承认人类的确比猴子聪明厉害。喂，你也不是人耶，你是哪种动物啊？我不是动物，我是一个机器人哦。我的名字叫做赛恩斯。你会唱歌吗？我和我的男朋友很可爱，我们都是国立科学动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镇馆之宝？那你
对科学工艺博物馆一定很熟悉哦。这里地方好大哦，请你带我们参观吧。对不对？姐姐你好。嗨，三思你好。三思哪有空啊？他和铁克纳每天下午都有固定的时间，要在这间大厅里面接待来参观的小朋友呢。你们看，我已经在大厅的文宣架上面啊，取得各种参观指引的折页，还有儿童版的呢。我们可以根据参观指引上面所规划的动线，挑选自己有兴趣的展示主题做参观哦。其实你们也可以出借语音导览手机页，或是参加我们的历史导览解说，这样可以对展示区的内容认识的比较清楚哦。我已经这么做了。刚刚啊，我特别在服务台做登记，申请了导览解说老师，请他带领我们参观科学工艺博物馆里面部分展示厅的展出内容。好啊，那祝你们参观愉快，有问题再来找我吧。好，拜拜。谢谢你哦，再来。这可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钟哦。小朋友，苹果姐姐翻阅过了参观指引的折页之后，发现科学工艺博物馆的常设展示厅啊，竟然多达18个耶。这样光是走马看花逛一遍，可能都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哦。所以苹果姐姐啊，想到一个主意哦，就是我们从馆方所规划的5个不同主题的知性探索之旅中呢，各选几个比较有趣的展示厅来做参观吧。这个展示厅叫做中华科技，能扯上科技的东西应该都很现代化嘛。对呀、啊、可是看看这些展示品好像都是老古董，这是啥嘞？那又是什么东东啊？如果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发明这些老古董的话，我们人类可能还跟你们猴子一样在深渊里面过着原始生活呢。那么这些老古董到底算不算是科技的产物呢？我们过去请教老师吧。陈老师你好。你好苹果姐姐，欢迎你们到科工馆来参观。谢谢老师啊。这是指南车对不对？对啊，据说它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所发明的。没错，不过呢，这到底是不是皇帝时代所发明的，在考据上蛮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说它的年代非常的久远，后来一直到东汉时代啊，才有张衡先生复制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指南车。这种指南车呢，是利用齿轮来转动的，车上的植物仙人可以控制住它固定的方向。当它转动的时候呢，齿轮会让植物仙人转不同的方向，这样的话指南车就会永远指着固定的方向，而不会让人迷路了。齿轮就是机械嘛，佩服佩服，中国果然在古早时代就有科技产物了。什么是齿轮呢？像这些周边有锯齿的轮子就是齿轮。机械的传动主要依靠齿轮，在每个齿轮的中心都有一个轴贯穿，当两个齿轮的齿互相咬合的时候，只要转动其中一个齿轮的轴，这个齿轮就会带动另一个齿轮，使它的轴也转动哦。使用齿轮的目的
是因为一组齿轮能发挥两种功能，那就是改变力的速度，或是改变扭力的大小。不过要记得哦，必须两个齿轮的齿和间隔的大小都一样，它们才能互相咬合和转动呢。你们还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两个齿轮咬合之后所转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果一个向左转的话，另一个一定向右转。你们知道吗？人的生活中处处用得着齿轮哦。对，光是这些小玩具都要用到齿轮的。看，透过电池或是旋转发条，有齿轮的玩具就可以转动或是移动了。小朋友，不妨动动脑想想看哦，在你们搭乘过的交通工具里面，有哪几种需要用到齿轮呢？你们说的非常好，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现代的指南针跟这个指南车内部的构造可是不一样的哦。指南针它不是利用齿轮来带动运转的，因为它里面装了磁铁做了磁针，这时候因为地球有磁场，所以会影响这个磁针，所以就可以用来指引方向。其实我们聪明的老祖先就是根据地球有磁场这个原理呢，发明了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了。这个就是指南针的鼻祖，它的名字叫施南。哦，施南老师啊，我觉得它的样子好像汤匙哦。对啊，虽然这只是一件复制品，不过它跟真的很像哦。你只要把它放在盘子上面随便转一下，等它停下来的时候，它的尾巴一定会朝向南边哦。可是到了后来啊，人们就把指南针做了很多不同的造型，像这只可爱的乌龟叫指南龟，它就是其中之一。只要轻轻的转动这个乌龟，这小乌龟就会跟着其中的木棍一直转，当它停止的时候呢，它尾巴的部分那根铁针就会指引方向，因为它的肚子里面藏了一块磁铁哦。哎，我发现一台比指南车还要奇怪的车子哎。看那个样子，我想大概是古时候的战车吧，还是专门载运战鼓的，边打仗边击鼓助阵。苹果姐姐，这台叫祭礼鼓车，不过、这台车子不是用在战场上，它是皇帝出巡的时候把车子放在队伍的前面，用来显赫身势用的一台车子。哦，原来它叫叽里咕噜车啊。老师，那它上面的大鼓有什么作用呢？这台不叫叽里咕噜车哦，不过这台车子呢是用来计算里程的，每走一里的时候啊，这台车子会带动这个木头人敲一次鼓，然后呢它就可以知道它的里程有多长了，所以这台车子叫做叽里鼓车。哇，那它根本是古代的计程车嘛，只不过现在的计程车啊是按表收费，它呢则是按鼓计里。对啊，那么这些精妙的计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这是要归功里面的那些大小齿轮。原来叽里咕噜车也是齿轮传动的机械车哎。什么叽里咕噜车？叫做祭礼鼓车。看来古代的中国人很会利用齿轮哦，我们去给前面那台独轮怪车做一番检查吧。这个可不是什么独轮怪车，这个机具呢叫做水对冲米器，这个是利用水力来带动的，所以你在这一台机具上看不到任何的齿轮。这个对这个字呢就是石头边旁边一个锥，这个对字就是指这个冲米器，也就是指这个部分啊。你们看啊，在这个轮子其实是一个大水车，在这个大水车的旁边呢可以附带装设好几个水队，这也就是利用水力呢来自动进行冲米的工作。据说啊，这一组水队冲米机一天的工作量啊大约可以给1000户人家使用哦。哇，可以抵上好几个人的劳力耶。对啊，
而且也减少了很多的工作时间。老师啊，那像那台水车的话，应该也是利用水力来工作的机具咯。答对啊，这种水车我们就叫桶车，因为你看在它的大水轮旁边呢有一个一个的小水桶。桶车是古时候用来做灌溉的用具，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乡下的地方在使用这种桶车哦。宝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不久之前就曾经看过两台这样的水车？哎，对哦，我想想看啊，是在关西的凤山溪旁边啦。你们的记忆力啊挺好的吗？没错，那两台桶车啊正是靠着从凤山溪引来的水力来带动大水轮旋转，同时带动竹筒取水，再将取得的水送到地势比较高的农田去灌溉哦。你们注意看咯，水车啊让水推动它的扇叶旋转，于是就将水的流动能量或是落差转换成机械能了。这时候如果再加上齿轮或是皮带作为传动装置，那么水车呢就能够带动其他的机械做工咯。可以想想看哦，水车和风车啊到底算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水车和风车啊都算是古老的发动机吗？那么水力和风力算什么呢？它们都是能的来源，对不对？不过要记住哦，它们所产生的能量啊必须要经过发动机转变以后才能用来推动机械工作哦。譬如古人在将近1000年前所制作的水运图像台，就是一种用水或是水银来推动，并且利用齿轮来控制运转快慢的天文钟，它同时具有天文观测和报时的功能哦。宝妹，在这间展示厅里总共有5种能源聚在一起哦。我看看，有水力、风力、地球能、太阳能和电能。这些能啊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对大家能够在地球上好好过生活很有贡献哦。地球，对了，其他的我都懂，只是不明白地球会产生什么能啊。哦，让我来想想看吧。啊，地热就是一种能嘛，它是地球内部的一种巨大能源，通常会以火山或是温泉的形式表现在地表上哦。想想泡汤多舒服啊。可是火山爆发会引发地震，哎，水力和风力虽然可以应用，但是它们也常常会造成灾害哦。没错，所以灾害防治呢是非常重要的哦。什么是跟我们生活切身有关的科技呢？除了食衣住行和生物科技之外，在经过921以及大地震的灾难事件以后啊，我们深深体会到如何防灾救灾更是我们今后应该重视和学习的课题哦。过来看看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吧，看见了吗？
刻是被破裂成许多片呢？这些就是板块。当板块间相互摩擦、挤压、碰撞或分开的时候，板块边缘的地区就会产生频繁而强烈的地表运动了。这里啊有两块板块的模型，现在我们来转动首轮看看，为什么两块板块相互碰撞或是摩擦挤压的时候，位于边缘的地区就会发生地震或火山呢？注意，板块卡住咯，因为板块的边缘啊是参差不齐的，所以不能平顺的互相滑动，反而会卡住而阻挡了移动。于是当初引发移动的力量就在板块卡住的边缘发动对抗了。哦，原来当卡住的板块在释放能量的时候会动摇地面，这就是地震。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好像突然发生地震了。小朋友，地震来的时候啊，可不预先通知的哦。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到科学公益博物馆的地震实验室来，站在摇动台上啊，亲身体验一下大地震的震撼。下次啊，再跟我们一起去跟其他天灾搏斗吧。再见喽。